大陆也有台湾的很多画家，很多作品都是在那种敦煌嘿的时候，当初很多名人的匠，那个宫廷画家一定为物件，但是因到尾这个物件，虽然是一个呈现在这个好像一个艺术品啊呢。台湾呐吼，咱进宗教信仰啦吼，精神的这种的委托，这个信仰来讲足浓厚的呀。啊，阮的使命是甲一间宗庙对无吼，是变那个做会当安尼庄严，啊，和信徒啦吼，伊行去拜，不是干那拜神呀。一看到那个雄威的那个彩绘，跟他那个龙柱啦，还有他整个宫殿的整个设备，看起来有一种哦，心灵上一种提升啊呢。这寺庙彩绘，我是在求学时阵嘛，对美术方面的比较靠兴趣。当初是初中毕业以后，在这个整个大环境内底，根本嘛无实在一种行业有关美术。因为早时咱所知也是拢画一种戏行的，类似电影看板的嘛。啊，伫寺庙彩绘传统这一块，刚好我们那边有一位认识的人啊，介绍他对迄个领域去啊呢，在。在咱时间嘛，已经足久啊，已经搞进像我进已经55年次了嘛，进嘛用55岁，已经55岁，已经做到进嘛已经35冬啊，讲起来时间嘛已经足长的时间了呢。早期因为咱台湾彩绘啦有分两三大派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他们的施工风格不一样。中部的话，那个吼洛江迄种面啦吼，迄阵就是拢套的郭新林迄种的画风，用的颜色很单纯，就是活青色、土黄色，还有朱红色三种颜色，它就可以变化很多那种。传统工艺跟彩绘的那个图腾，啊，也线条伊拢曲格的，还是迄个短拉灰。南部这边呐、啊，南部的画风，坦就讲潘丽水啦吼，还是迄个陈逸峰啦，伊咧画风特比较较老练，包括色泽很丰富，所以讲伊的色泽很亮丽。当然，伊拢类似一种丹青彩法，就是黑线，然后再用淡彩安尼。咱头只伫现场看到咧贴金箔嘛，啊金箔其实金箔它是一个很薄的东西，伊是用黄金提炼的，所以这个手摸都无感觉摕到物件，安尼你感觉你就知讲迄外薄。啊用金箔伊爱透过米酒，伊爱食米酒嘛，头只咧动作食米酒，啊然后把它每张纸啦吼掀开以后啦吼，啊一张一张摆在迄个报纸里面。啊，金箔伊掏到七分干的时候啦吼，不要太干，就拿起来开始贴。贴的话啦吼，你要上这个整个面板还是八卦要贴金箔之前啦，你一定要加上一个粘着剂。粘着剂的是讲先做金箔蛹的底漆的处理。迄个金箔蛹底漆啦吼，以粘着剂。等于隔天以后啦，超过7个小时、8个小时以后才可以贴金箔。啊，搁种的是立体的，啊，人类种的是天花板。啊，因为有时阵平面的有时啊，你咧掠迄个比例较好掠，但是天花板。因为真个庙咧起拢差不多1-2层楼高，所以较歹画就是这个天花板咧控制迄个比例啦吼，较歹控制。啊，而且咱到一个年龄对无吼，当然迄个体力上啊，是讲咱迄个骨头，尤其是你长期先，尤其是咱的手腕对无吼，定咧动。啊，而且阮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讲画物件拢会吊手，吊手就是讲悬空啦。咱咧也别的时悬空咧画，啊悬空哦，你的手呐超过你的头部的话，产生吊挂是一定会生的，所以这家己的工作姿势家己去控制。啊，你的手背啦吼，你一举都要一天画不完，有的2-3天，
整个手都会产生一酸痛啊呢。工作地点不是在于你一个村落的地方都在盖庙呢，有时候上北部、中部，有的要到那个山上，还有的要在海边。沿海的地方都有庙，不一定啊。所以讲，伊的工作环境不是说很好，所以你爱克服迄个，算讲出外地嘛，有时啊住宿嘛吼，你爱克服迄个困难的点啊呢。啊，这技术面当然得爱去各地的迄个努力去学习啊呢。其实这个产业啦吼。嘛是因为应的这市场的需求，所以讲伊只要有市场，都有人要学安尼。啊，因为这个产业，因为伫学院内底学的物件，甲伫学徒就是学徒制的嘛，学师啊，它不一样的性质啊。因为你学师啊，比较就是要赚钱啊，啊，就是讲比较。各行杂事都要学安尼做，啊！你学院当中当然就是老师，你老师咧教的当中是局限哪一个？比如到到你大学四年级开始选修哪一个？啊，你毕业以后，你不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内底，你也去行别个的领域也不一定啊。啊，但是学徒制是讲，你一个级别，你就是好像我的人生就是往这一方面要走了啦，你敢知？通常咱的一个工程，当在施工当中吼，一定要有足侪成员嘛。啊，因为人的需要，咱得去砍柴啊，一早就是拢安尼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有办法去承担这个工程啊。所以讲砍柴啊，得陆陆续续对不吼？就是讲对一早搞进安尼修码头的七有来有去的对不？七八个有啦，因为有学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也有啊，啊，超的现在目前有在做的话，也差不多五六个以上，哎呀、啊，学院也有在辅导，像比方进南艺大也有那个古迹修复嘛，哈，啊，也有那个美术系也有添加这个寺庙传统工艺，不管是彩绘也好，雕刻啦、剪莲啦，那个都是啊。有寺庙彩绘，伊是一个足传统的物件，但是你是干那想讲可以当生活化呢？吼、哦、啊，这种物件都爱用思维去想讲这一块小品啊，迄类似吊饰的物件，哎呀，这是整个未来的趋向啊，那啦。